全是你们弄的吗？抬上来吧。想捞我呀！哇，我来看看有什么。里面有东西的，好里面有，没有啊，有一个奥特曼是吧？嗯，没有了，嗯，没有。去挖一下草里面有宝藏吗？我的钱呢？这钱是什么意思？看，我先看这个。嗯，哦，这姐姐送的，姐姐的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哇，谢谢你。不是，那什么？暖宝宝，360度的暖宝宝。就是这样抱着的。对，可以充电的，线在里面。这是什么？睡衣。睡衣。哇，这捞出这个小金子，金豆吗？我就猜到是。看，小金豆。金元宝。一颗小金元宝，原谅他。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土了。就是如果爸爸做错了事情了。然后妈妈就要在这里写原谅他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然后你可以上面写一个你的愿望，做出一个事情，我就可以把它记下来，然后我原谅你，然后但是你要实现我一个愿望，是吗？对。哇，这个很好，是不是？一支口红，口红。不是。啊？什么口红？是什么？唇膏。楚楚的，楚楚的，那两个奥特曼也是楚楚的，这也是你的，没有，还有一个，你送了我三个奥特曼1块钱，要不是还有个蜘蛛侠在里面吗？拿走了，舍不得做，生日快乐，气氛。